在国内的疫情的部分，刚刚各位也都知道说，在新北跟台北地区的这个群聚感染的事件，那假如从这个疫情的这个筛检站的病毒的盛行率，有的3%，有的10%，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社区传播的一个情形。那我们高雄市有几个个案，那也发现说，那这些感染源或感染的地点，都跟万华或者是芦洲市指挥是有关，哦，那南北的交通的频繁，这个对我们的整体的防疫的工作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现在这几个个案都是从这个我们高雄市市外的这个这个包括新北、台北这个移动移入到我们高雄市里面，好，所以怎么样能够把病毒防止在我们的社区进入，这个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。所以我在这里也宣布高雄市进入准三级的防疫的准备，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会议是请各局处首长，能够就业管的范围，那就整个防疫的这个部分做一些检讨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说各局处首长都必须绷紧神经，那落实整体的防疫措施，相关的执法也务必这个确实。都空了啊，这个空了啊，刚才猪肉也没有了，面都没了。对。泡面都没了。这一排全部都没有。要买一点泡面。亲爱的顾客你好，配合中央防疫政策。那一场为政府公告需要口罩。没有口罩的。口罩，你们看吗？那我们要上架了。我还在抢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了，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部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